你今天过得好吗？告诉老师今天网不太好，非常好。你表演了吗？我没有表演。我们最后一组彩排，我们到十二个彩排。你看，只有高子老师才会和我这样互动，这是我和高子老师的专属互动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回去，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吗？不一组，一个城，一个城。我们两个在城堡也是这样的，就这边我拿个城。